十方法界六道决定谛听，夫真空湛寂，原无世界众生，自性天然，悉有果报作法，是因财迷一念之世界调分，常居六尘，则万境纷扰，变妙有而为幻有。九道之无明，当清迷真空而作顽空。四身之构残分歧，由是生尘不已，生死无穷，人天虽乐无恙，福尽还堕三途，巨骨交间，救报非易矣。言及众苦，时刻悲伤，今仗时时之甚缘，普济尘劳之罪备。与之平中诵记，直至唯心法门，令悟自心所具所造。譬如明镜能寒能照，善恶报应当自受之。因果循环毫厘无爽，能够诵咒密布，所有地狱便消。八难三途四生九有，一切俱尽悉共解除。此众普照请真言，普照十方六道绝灵，以及古今恒河诸灾米遥披难等辈，曾是咒力老同来道场，即来道场以得解脱，奈何有无时冤结相互牵缠，今汝等若共处共言，恐之互见互恨，因此为汝等更诵解冤结神咒，咒力难施，应时兵士，其此所安所欲，必能同见同欢，由此同归三宝，同闻法音，同受法识，同得解脱。汝等一切绝灵，各发至诚，常跪合掌，随众同诵，迎请三宝。那么呢，这段文呢，是在总说呢，众生轮回六道，都是因为迷现前呢、这一念真心，也就是呢我们下午为大家皈依的时候说的，反归觉性，他不归觉性，不归反觉性，那就是妄外持求。那么持求呢，妄外持求呢，是以自己的分别见、贪爱、我执，起贪嗔痴，生作杀盗淫。那么呢，口恶口两舌妄言绮语，那么就出现。那么这样子的过失，都是因为迷，这个妙有而为幻有，什么意思啊？妙有非有啊，但亦非空。那么说真空非空，亦非有。真空。什么是真空呢？真正的空不是什么都没有叫做空。就像镜子里头的影像，那么镜子乃至于用镜子去对照这个战争，哇，战得不可思议，那镜子呢如如不动，从望镜子里头望去啊，所有的战争的内容啊，除了说左右互反互相反以外，你大概可以看到所有的内容。但这些内容一分一毫不少啊，都在镜子里。可是呢，没有一样从镜子留得住。你呢，心就像这面镜子。那战争，那就是你过去无始劫来的业感所招，投影在你这心境上啊，来来去去，生灭
一分一毫不爽，也就是所谓的因果不爽，都在镜中显现。但是呢，要到镜子里头去取物品，取这些因果的实相、实际的这些因果的内容，哎，一样取不到。可是呢，你眼见耳闻呢，清晰明白。所以你的人生眼见耳闻呢，清晰明白。但是呢，欲求其实体，就让他从镜子里拿东西，一法不可得。所以说呢，这真空妙有，说是真空，怎么讲？取不得啊，是吧？你看那个镜子里头，你怎么去摸？你这哪也取不得。你想想看啊、哦，夫妻恩爱，无常一来，譬如同林鸟，祸到临头各自飞。什么讲？无常祸来了。那个这次来泡茶，女居士，我就试喝她的茶，然后赞叹她两句，她马上就问我：“师父，为什么死去的人不会来入我的梦？”我说：“你想要去梦到死去的人？”人家都害怕梦到，你怎么想要去梦到？因为我很思念他。我说哦，这样啊，我就没有问他是思念的谁了，是欠黑阿吉阿祥呐，我不知道。我就跟他讲，我说啊，他是自然死的吗？他说是，嗯，应该是有一点病，但是基本是自然死的，不是说。自杀啦，枉死、冤死啊、哦，不是这样。我说那就对了，那是你们之间名扬两隔，是基于呢业感自然现前而如此。那也就是呢，你们之间的业感呢，这一世的业感已经尽了。那他就问我。他就很有反应，他就说：“哦，那是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在跑马表？相亲相爱在一起，噔噔按下去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马表一直跑一直跑。那每一生你跟谁在一起的那个扩大有限，相互在一起，一就是要按马表就开始用掉，用掉，用掉，用掉。”用完了就要离开是吗？我说不修的话也会这样，没有错。善缘用尽，恶缘现前，恶缘一现前，相怨相离，乃是必然也。啊，他听了就还好啊，很害怕。他就接着说了，可是我还是很思念他。他为什么不来入梦？我说、啊、你们刚不讲了吗？啊，时间扩大用完了，缘尽了啊，缘尽了。可是这样说，我思念他，他都不来，那我不是白思念了吗？注意听，啊，都得这种的哦，你就知影，没学，没有学佛，但是呢，他用他的观念呢，在想这些因果轮回啊。一脸狐疑哦，他真的是很认真在想哦，他完全非常认真的，他不是在跟我开玩笑的。那我就跟他讲，我说你想念他，这是你的主观，但是他不想念你了，那也是他的主观。他马上就好震惊啊！啊，我叫你用心想伊，啊，唔得白想的啊，白想了。我说是的，缘尽不相往来。父子至亲，夜不相待。你知道那父子至亲呢？哦，别跟他交后尾啊！哦，这样子啊。但是呢，一到了阎罗府去，各自有业，各自清算，各分前程，乃至于擦肩而过，甚至于没有多看一眼。夜尽就是这样啊。
啊，有够残忍，但是这都是真实的人生。但是呢，现在呢，你看看你身边的人，想想你手机当中那天天要看一下子的那个对象，啊，多亲密啊，多么的不可分离啊。但是业尽即散，这就像镜子一样，你看看人离开镜子，在镜子里找不到一点痕迹啊，是这样子。那当然呢，就业感来说，彼此之间的业会一直纠缠的，可是呢，恶业一现前呢，善缘就被压制，善恶因缘有清净的因缘，就必定会有恶的因缘，因为怨恼嘛，怨恼，你清净才会怨恼。那我们就是亲者恒亲，怨者恒怨，结果呢，怨的当中就是亲，结果你当面错过；亲的就是怨，结果你认贼作父，所以是茫然人生。人生的无奈相是这样，那怎么办？超越，不是要你远离大乘法，没有远离，超越，看清楚这样之后呢，怨亲渐渐的平等，贪爱不敢说无，但是呢，起贪的时候保持一份感恩，起恨的时候留下一线相见的因缘。在爱恨之间不要太分明，该分明的是什么？冷静的观察这爱与恨的来去，无有实体，唯有这在这种当中观察，你才能够在大乘当中解脱。你如果学小乘呢，只是抨击爱远离恨，那就变成什么？既不爱也不恨，那变石头人，就变这样。所以呢，他就怎么样，他就如如不动，只是如如不动，不受外界影响，这叫涅槃极境，是这样。这小乘的三法印当中，涅槃极境是这样的，它是极境。你想想看，观音菩萨极不极境啊？理论上说他不极境，千处祈求怎样，不应该会死下去，你跟你极境对吧，是不是啊？但是他虽然没空很忙，到处去，我今天不讲了吗？应召和尚，人家电话卡，咱都爱去，要办要办宗教基本法，到处结缘，要做应召和尚，应人家所召啊！你哪个想要遐去啦？切！应召和尚跟应召女郎差很大。那么，虽然接受人家的邀请，你心里要明白：第一，如果我觉得讨厌，好忙，请问人家需要，你为什么讨厌？嗯，不过就是我值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再来，如果人家招请你。啊，法师啊，来这里演讲一下，你雀跃的不得了，你干什么雀跃？啊，不过就是缘起缘灭而已啊。他可能不小心在 YouTube 上看到你讲经，他觉得很有意思，就像那个 Mary 一样，他根本就不认得我，你知道吗？是有一个师父跟他讲说，哎，你哦很适合听听法藏法师讲经，结果他一直嘴巴跟他讲法藏法师，他根本就不知道是谁。那结果他在那个台湾呐、啊，去做那个什么那个慈善事业、啊，那一定要住旅馆。那旅馆你知道，旅馆一定有电视啊，电视一定有遥控器，遥控器就被丢在床上。他早上起来去洗洗脸之后呢，总是要 set 起来，然后就一个大屁股坐上去，就坐到遥控器，遥控器一按就按出法藏法师。然后他也不知道那个叫法藏法师的，但是呢，那个时候天台中那个什么那个高雄的法界卫星啊，他旁边都会跑法藏法师天台中入门啊，他就
坐下去的时候，就看哎，有这个年轻师傅在叭叭叭叭叭叭这边讲，然后旁边就跑出字来，法藏法师，他记忆很好啊，他完全是公关主任那种状态，他记人名很厉害，他把他记起来，嗯，这不就是某某师傅说的法藏法师吗？他就一看成主顾，就这样，完全是意外啊。但这个意外，你说意外嘛，也不意外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因为人家已经先跟他讲了。但你说意外嘛，也真意外。他那个屁股一坐就出现了。那你说这是什么回事？缘升起的时候，他就是这样子的。我们感念那份缘，不执着那份缘，这是大乘人。所以这里头他跟你讲的真空幻有，你不要把它小成声闻法去，声闻法就是远离。观音菩萨不远离啊，千处祈求千处应啊，你了解意思吗？他还在跟你同一个法界，你才呼唤得到他呀。他如果已经入涅槃去了，你呼唤不到他呀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这样子？哦，所以说我们在呼唤观音菩萨，当然我们不会是观音菩萨，可是我们受菩萨的感召，受菩萨的照顾这么多，我们心里要怎么样？要学着啊，我也希望有一天我能如此。这个时候蒙山就有意义了。怎么说呢？很多的我们的累劫，父母师长、知坛乐法俗眷属、怨亲债主，乃至于当年有为你呢感情欲足而死的，有没有可能？我当然知道你不知，你忘记了，但是以你们诸位这么优秀来说，应该在人生当中，或许过去的某一生某一世，你是很年轻的帅哥，也很可能是很温柔的女生，那有可能人家跟你情感怎样，无论如何，或者做生意怎样，怎么样怎么样，他不一定怨你，但是他在等你。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子啊？你的累劫父母，他没有受度，但是你今天你学佛了，他在等你嗷嗷待哺。这就是什么？不远离众生，众生期待你。就说，可是我是凡夫啊，那我怎么办？哦，相信观音菩萨，相信地藏王菩萨，相信释迦佛，相信阿弥陀佛，本愿不可思议。因此呢，我起悲心虽然是小小的，但是他跟我有感应啊，他是我累劫的父母师长啊，他甚至于是夫妻兄弟很亲密的人啊，只是你忘了而已啊，你不记忆而已啊，但他现在在墙上，他被你写上去了，他被你感动，你也招呼他了，可是你怎么救他呢？啊，你相信，第一个叫做信，信什么？信佛菩萨大悲愿力不可思议，真于者、实于者、如于者、不妄于者、不异于者。他说要度化众生，那就真的会度化众生，是不是？信不信？信。这第一，喜信。第二呢，法力不思议。他说这个咒语能够破地狱。你相不相信能不能破地狱？这就是法力不思议，你得信。第三，心力不思议。怎么说呢？咒语有没有说谁念的有效，谁念的无效的？那这样就不叫咒语了。因为既然咒语，如果咒语只有观音菩萨、地藏王菩萨灭定业真言，他念的才有效，他就不用讲出来了，因为只有他念的有效。他何必写在经上？写经上就是要我们念的，有没有道理？有没有道理呀、可见只要你的心力相信了，与菩萨的愿心相感了，不是说跟他一样，你不可能跟他一样，但是你被感动到了，感动到了，重点是感动到。我说过很多很多人学佛学成这样，人家旁边笑了怎样、他不敢笑啊，钉在肚子里都快内伤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他就不能笑，不能笑，不能笑，不能笑。他是这样子干的。
很多人都说我讲经动来动去，为什么？我很嗨啊，我投入这些思想啊，我要加重语气啊，我要用睛用眼睛看你们啊，摄受你们的感觉啊。但是在电视里头只有一个小框框而已，没看到你们啊。他当然看到一个人在他噔噔噔，他当时看成这样啊，然后他这样就说我如何如何，我只能说可怜悯。人家我在度众生，他在造口业，我也不没办法，我实在不希望他这样，你懂意思吗？那这就是什么？用心去用心去跟众生交陪，你听我意思吗？咱是要为心共传啊，用心讲出来，心你看不到啊，对不对？对不对啊？所以就要怎么样？用玫瑰花呀、啊，啊，给妈妈这个叫什么花？康乃馨呢、啊？请问为什么要？为什么男女朋友要给玫瑰？为什么啦？啊，你爱他就好了啊，干嘛拿玫瑰？为什么？表法嘛，有形象嘛，行了，刚听开才兴奋就。是不是这样子？是不是表法？那我问你，观音菩萨大悲愿力，他要什么东西表法？大悲咒啊。地藏王菩萨要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。请问呢、啊？他要让地狱空，那就把地狱打破就好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为什么要破地狱真言？这就是表法呀、啊。啊，请问哦，表法是不是一份悲心？那是不是跟众生在交陪？你搞陪，在交互感应啊？不然他破地狱，众生没有一个出来，有用吗？门开的，没人出来，有用吗？他破地狱不是一只脚去把地狱门踹破，然后就没事了。他破地狱是把门打开，让里头的众生出来听经闻法，对不对？请问他干什么要出来？被地藏王菩萨感动到啊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但是他凭什么会被感动到？因为地藏菩萨会去感动他嘛，对不对？那就对了。你要对众生的苦要有所感动，你要有感觉，你对待人生的一切美丑好坏，乃至于愉快痛苦，你都有一颗能够跟着动的心，那个不叫做妄想，那个也不叫散乱心，那叫做与众生同感。这个时候与众生同感的时候，他的苦你能感受，那观音菩萨要度他们的苦，你就会有感动，对不对？对不对啊？所以心力不可思议，心力不是静如死水，那叫心力，是能够了解众生的苦，能够体会菩萨的慈悲，这才是心力不可思议，是不是？所以大乘人呢、啊，不要死死板板的，不要人家师父在讲经没反应，然后看到报纸整天在讲假话，你偏偏爱反应，就奇怪呢。报纸上面写的，除了那个电视台上面那些什么那些谈话节目，我告诉你，那些谈话节目除了那个节目的名称是真的以外，所有谈的都是假的。但是你听得很高兴啊！啊，我今天呢，每一样都是跟你讲真的，包括那个很嗨的感觉也是真的，但是你不反应。啊，这都颠倒，谢谢。我一盒，诸位啊，所以心力不可思议，不是去盯，不是去包装，也不是去限制，这样怎么会心力不可思议？心力就是要感触到众生的苦跟需要得救，然后要感受到观音菩萨、地藏菩萨毫不虚伪的想要救。那这个时候怎么办？你就用观音菩萨、地藏菩萨的那份感动的心来念地藏菩萨
灭破地狱真言，可不可以？灭定业真言，可不可以？这个时候你就用菩萨的心在念他表法的咒语了，对不对？这样会不会有感应？那没有，我这书里一定有哎，对不对？这就是大蒙山不可思议的原因。这不是跑龙套，这不是做给活人看的，这是真正能度众生的，信了吧？那我们等一下好好来修，好不好？用一份感动的心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用一份体会佛菩萨的悲心大愿，融入他的悲心大愿中。为什么叫戴五方帽？佛入我，我入佛，就这个意思，懂吗？五方佛在我顶上，入我身，我现五方佛身像，我要观想，我即是佛，我才能够用这些咒语利益众生。是这样子的，不是戴好看的，安尼希罗卡碎，不是这样呢，这是表法，懂吗？有没有道理呢？啊，终于懂了哈。好，那么我们就这样来修咯，好不好？以下就不再多说了，一路修到底，好不好？这个最重要，你听懂这个道理，修到哪里都是这个道理。大乘人就应该要这样，懂吗？有热情，有信心，从来不舍众生，愿意跟众生吃苦，甚至于吃的比众生还要苦，我都应该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比一切众生还有力量啊！你会咒语啊，你会念经啊，你皈依三宝啊，有三宝加倍啊，你亲近三宝啊，你供养三宝啊，你已经拜完梁王忏了，你已经忏掉很多罪了。你这样子的人，你不发心来利益众生，这个地球上，请问谁有能力？对不对？所以怎么可以说你无能？如果坐在这里七天熬练下来，你还说你无能，那是佛教真的无能了。要不要起来？要不要发起大心？要不要？会不会累？这样就对了。我已经抄，我从3:30抄到现在呢，中午还没休息呢，还一顶人来。又杀进来，然后我本来是跟灰师傅讲说，让灰师傅告诉台师傅说我2:00皈依让我偷一下，他先讲个半小时，什么拜佛啦什么，反正就拖过半小时就对了，这样我可以休息个至少20分钟。给够嘞，我看到灰师傅跟台师傅在聊天。我如果晚到的话，变成我迟到，迟到什么呀？乖乖2:00搞，啊，完全没休息。结果呢，我心里有个念头，我不能倒下去，我不能累。这众生好难得来这里皈依，我再怎么样也得要撑下去，求三宝加倍。一想到这样，咖啡喝2口就不用撑了，就不用撑了。为什么？我该受的，我该为大家做的，这只是我是报恩而已啊，了解意思吗？这有什么？没什么。结果呢，讲完了，那个三皈依我回去我已经忙三个礼拜没洗澡了，我终于去洗个澡，精神蛮好的，就一看啊，春果昏金啊，我就又下来了。那就现得到现在，诸位啊，你也能，你也能。佛菩萨没有选择，只有不发悲心的人，他对你没办法而已。这个时代需要无尽的悲心来面对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啊，可以吗？等一下这些文，你按照我这个思维，我不用再解释了，你一定会懂。会自然心开意解，如果心开心不开意不解，我在念的时候你专心看我，然后你求佛菩萨加倍，你自然会懂。我们不再用时间了，我一路修下去，好不好？就这样，要有信心，我们下来。